下一首歌叫慢。去到我是第一次去到大城王宫的时候，应该是在国光石化那个时候，然后就是电视上会看到那个有那个牛车啊、哦，走到湿地里面去采鹅啊，那间好像是一个静止下来的村庄。我说我那次去到那边，我有一个很奇特、很魔幻的一个感觉，就是说，真的台湾还有这个地方，就是他们的。我刚刚在讲座也有讲到，就是那个感觉，就是说那个村落不是破败，不然就是年轻人离开，然后整个建筑是没有修复的痕迹，也没有更新的痕迹，好像就静止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首歌叫慢，慢到连浊水溪的石头都想要滚动。
着去，将番薯花。